是不是锅铲？是怎样很烂是不是？我傻眼。因为你给什么？欸、搞笑主、欸。你们夫妻俩是不是都很雷？吃锅铲。哎、欸，配你们阿伟菜。还没。我都好厉害。不会吧？是铁便当盒。我傻眼。蝴蝶结，我有包装啊！你看，好很多啊，蝴蝶结。哎、欸，剪刀。剪刀啊，我收起来一下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收起来了。然后我觉得椅子很好、欸，因为我们刚好吵，你小心。一定可以买个两张吧。不要吵，不要吵架啦！少轩，那个你这样会弄坏掉，你这样会弄坏掉。少轩，妈妈会再买一只。哎、欸，那你要买叫我。少轩，妈妈会再买一只。哎，那你要买叫我。哎，他那个你是傻逼吗？要这样知道怎么买？我跳我都没办法做，我之前有查到，没有就一起。哎、欸，这个拆的好辛苦哦，怎么这么厚？很厚哎。是什么？你不要连里面都不会是木头吧？木头很不错啊，香的那种木头吗？香吗？牛樟，感觉爸爸会很想。哎、欸，牛樟，哎、欸，很好哎、欸。我旁边还有磨过。真的假的？磨的工钱。那爸爸会很驱虫的那个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对啊，这个驱虫的啊，好像不错啊。你有没有是高级货？但是是。就是在放你煮出来的汤饭，哦，不错啊，点哎、欸，爸爸会很喜欢，点哎、欸，这个很好哎、欸，你要不要一片给爸爸？不要，不要，你抽到了，对，你抽到你就用，啊，再拿回去了，哎、欸，好大块的，你过年再带回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很不错哎、欸，很香哎、欸，我也想闻。